那的这一组舞蹈组合大家感觉怎么样啊？好不好啊？好。是不是还想再来一些民族舞蹈的元素在里面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两支舞曲。那么第一支舞曲呢是蒙古族的舞曲啊，是套马杆。那么这是一个歌伴舞的表演形式。表演者呢是曲芳啊，还有唐辛迪。那么之后呢是新疆舞蹈，名字叫做新疆小姑娘，有两名9岁的新疆小姑娘踏着热情欢快的节拍翩翩而至，她们是娇艳的鲜花，舞蹈的精灵，欢乐的使者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。天白